雄一处新建案施工酿祸，导致邻近的七栋民宅变成了危楼，必须要拆除。20位住户无家可归，成了受灾户。经过漏夜抢救，紧急补助了5000公吨水加灌浆补墙，防止灾情扩大。今天一早也开放10分钟，让住户回家领取物品，但只开放拿取贵重及较轻的财物。至于大型家电类，暂时还不能搬运。怪手和携程支柱持续支撑倾斜房屋。高雄前进区自强一路新建案施工酿祸，路面下陷，七栋民宅成为危楼，20位受灾户无家可归。经过落叶抢救，紧急补助5000公吨水将灌浆补墙，防止灾情扩大。一早大型机具进驻现场准备就绪，同时开放受灾户回家收取物品。天才啊，然后还有重要物品，3C用品啊，或大型一点的带不走，会不会觉得很困扰？会很困扰啊。开放10分钟，让住户拿取物品，不过只能拿贵重财物或是较轻的随身物品，像是大型家电较重的东西，暂时无法搬运，因为就怕一搬运出现坍塌危险。整间店都要处理啊，那些都设备都还能用，因为后续他们会开协调会，还会有后续搬大型设备的时间，所以我在跟他问说那些设备什么时候可以搬迁，那我的东西要放置在哪里这样子。除了一般住户损失惨重，就连店家营业额恐怕也难以估计，但建商强调一定会全权负责到底。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就地重建，任何问题全部都是在我身上。遇上施工酿祸，一夕间没了家。有住户表示，其实早在事发前2星期左右，工程就疑似出现问题。我觉得有问题啊，半年塌两次，半年就塌两次，我觉得有问题啊。好好的家瞬间没了，有家归不得，何时能有一个地方安心居住，是目前受灾户迫切所需。记者邓明 SNG 小组高雄采访报道。